这个金圆券呢，那比法币要值钱多了。哎，一仗接一仗打败仗，所以这个时候蒋介石也扛不住了，只能借着坡下驴。当时正好呢，副总统李宗仁的桂系对蒋介石施加压力，蒋介石得了，我顺坡下驴吧。李宗仁当上代总统，蒋介石下台了。可是下台是下台，蒋介石实际上还掌握着国民党内部的巨大权力。那么运黄金这事儿，在他从来就没停止过。